好，开始。那我今天做一个我们太极拳最完整的出拳的那个要诀哈、详解示范给你看。好、我们出拳的时候呢，身形一定不能僵硬。如果说我两脚站的时候，前脚后脚啊全部都着地的时候，那我们出拳看我也会僵硬，这样就是很僵硬哦。啊，这样就是僵硬的。这样的出拳是很僵硬的，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太极拳出拳第一个就是要求要立身中正，然后要求无时无刻不松沉，松沉中还要松柔、所以呢，腰胯和肩膀它除了平圆转以外还要立圆转，它所以它是变成一个八字形，平圆加立圆，你看平圆加立圆，它是变成一个螺旋形的旋转啊、所以看，有没有？这样才会松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好、啊，出拓展出拳，好、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。身形虽然是这样子。对吧？出拳后退前进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随时，随时很松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 ，OK， 对对对，好，你这样子，嗯，身形绝对不能僵硬，好吧？出慢动作，嗯、对，有没有？出去，它这个距离就很平，很平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嗯 ，OK， 是，是停的时候按哪一个？再按一次。